我们时时刻刻要想着将来怎么走啊？为什么人家走得那么潇洒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清楚，那么明白，没有变，就是万缘放下。对于这个世界，世间法、处世间法，没有丝毫留恋了，没有丝毫牵挂了。这个身体在世间，念念为众生服务，念念为续佛慧命，为弘法利生，没有一念为自己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放下万缘，你就自在了。你今天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？对于一切人事物过分的执着，虚妄分别，分别执着劳累你的身心啊，这是你苦痛的根源。你为什么活得这么苦？怎么样自在呢？放下就自在了。放下，注意要记住，不是把事放下，事放下了，那你连做人都不够啊。不是事放下，心里头放下，心里头不能有这些东西存在。自尊自照住，放下自私自利，学佛菩萨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干呢、这叫放下。真正能把虚伪是非人我自私自利统统放下了，你在生活上得大自在啊，身心安稳啊，你就常清净啊，清净心现前，你的工作再多你不会累，你不会疲倦。你的工作为什么会累，为什么会疲倦呢？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，一想到哎呀，我今天做这么多啊，比别人都多了啊，我很累了，那这就累了，想到疲倦就疲倦了。他不为自己，没有自己，你说累了谁累了？到无我就没有人累了吗？我们看诸佛菩萨永远是无有疲厌，人家为什么再繁重的工作都不疲不厌？我们为什么会有疲厌呢？有自私，有我就会有疲厌，没有我哪来的疲厌？诸佛菩萨念念为众生，行行为众生，决定没有为自己的这个意思在啊，心永远是清净。所以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伟大的，用我们的心力，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一切不为自己，心就清净了；为自己呢，心就不清净了。为自己怎么？你心里头有得失，这有得失就不清净了；有成败就不清净了。你有所欲求啊，你的心哪里会清净？这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。一切为众生着想，为这个世界苦难的大众们去想，不要去想自己，这个就对了。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。这个身体还在世间，我们也要效法佛菩萨，利用这个身体，把佛法，把净宗法门，全心全力地介绍给广大的群众。我们自己也要像佛菩萨一样做一个好榜样给世间人看，让世间人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他慢慢会觉悟啊，会从啊迷惑当中醒悟过来。这是诸佛菩萨所做的，我们为佛弟子也是应当要做的。我这一生活在这世间，不是为我活的，是为一切众生活的。
如果说为我活的，我这个身是业报身，我不是为自己活的，为一切众生活的，这就是愿力身，转业力为愿力，就是佛菩萨成愿再来了。业力不自在啊，愿力自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，这个世间是个舞台啊，我来到这个舞台上是表演的，表演给大家看的，不是为我的。我们把这个念头一转过来啊，一身轻松自在啊，我没有了，我的厉害得失没有了。众生需要你，你有这个热忱为众生服务，你就常住世间。什么时候你会走呢？缘没有了就走了。它不是业力主宰啊，愿力主宰。你跟众生缘殊胜，你也爱护这些众生，众生也喜欢你，那缘甚呢？缘甚呢，只好你的常住啊。到什么时候走？众生不听你了，跟你时间太久了，觉得你很厌烦了，不喜欢你了，或者是喜欢别人了，缘没有了，缘没有就走，来去自在啊。走的时候还可以表演一下，念佛往生净土的时候，跟大家做一个证明，表现一个好的样子，让大家增长信心，处处都是为众生，全心全力为苦难众生服务。我还在这个世间一天，我就干一天的活，这叫功德，帮助你品位上升。虽然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心是清净，心是佛心，决定没有一丝毫名闻利养，不能有这个念头，也不要想什么成功失败，没有成功失败，不为我吗？我哪有成功失败呢？做好了，众生有福，啊，做得不好，哎，他福报欠缺一点，与自己毫不相关呐，没有自己啊，常常想着我是极乐世界的人啊，到这儿来观光旅游的，随时可以走啊，你说你多自在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为谁？为众生的，为正法求助，不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就天天想求往生，这是为我自己，求生净土的念头没放下，念念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，在这个世间多活一天，为释迦牟尼佛服务，为阿弥陀佛服务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求正法求助，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啊。